现在内政部在那个法规会在审议区域计划法的这个修正法，然后里边有一条说，区域计划是五年通盘检讨一次，但是下列情形例外，那下列情形有哪三种情形？一个是战争或者重大灾害，然后第二个是，国家重大建设，第三个是区域委员会的建议，那么我就说，第一件我没有意见，但是第二件说国家重大建设，谁来认定重大不重大？我说我们笑大陆，这个说规划。鬼话墙上挂挂，不如上级一句话。那台湾还不是这样子？那就是说，这个你区域计划也好，都市计划规划了半天，但是上级一句话就把它推翻掉。那个毛副院长，那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主张说那一句话要把它取消掉。然后经监会回答说，这个要保持国家的机动性，所以这个不能废。所以在那个委员会那一条还是保留，没有拿掉。那我知道了以后，会议我都不去了。我是表达这个意思。来，还没有其他。我们在场的这个难得的机会。